画面上看到这一百个一百的图画，会当看到有台南伫因为节庆，佮有三个特色，佮侪侪受欢迎的景点，同时佮有脆食物。而且画作是咱台南市的学生参加画我家乡的精读比赛优秀作品。现在被市府教育局起来作为着公共工程的围篱。我家乡里面它有很多的特性，比如说有些是画物产的，有些是画我们的节庆的，有些是画我们的一些美食的。那我们希望说，我们选出了36幅很好的画作，能够在我们全市未来，不管现在是13个地方，以后更多的工地的部分都可以来采用我们的一个画作的图，所以我们叫做学校工地遍地啊，城市美学再升级啊。教育局的主笔表示讲，过去工程的威力量是相当的死钉钉，无啥物活力，而市府透过着种学生的多位作品，美化着工程的威力，伊来当互工地变活泼，伊来卖当互学生作品，互更侪人来看到，更加当凸显着台南市的城市美好。现在13处里面有7处已经大概快完工了啦，那还有6处部分还在目前，到今年的三月部分，我们希望全部都把它上架刊登上去。而这回被选择工程为例的多位作品，会当看到有咸水风炮、个关帝爷、个山野彩绣的景象。另外，个有学生将乌面蜡笔画甲亲像是真的。而这四大类包含经典、美食、即性格不散。每一幅作品是用着缤纷的色调，同时构图嘛相当的专业，让人看到学生的美术涵养。而这水水的图出现伫工程为例嘛，变成台南的城市特色。南天新闻台以下台南采访报道。